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今天要来玩 PDF 法这个系列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来做我们的机航空警察，航空警察不是机场啊，就航空警察。对，就是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制服，然后新的警车，对，有别于以往啊。这个我们以前的航空警察是用 LSPD 的这个警车来做的，这是我们升级了，独立了一个部门出来，叫做 Los Angeles World Airport Police 啊，就是洛杉矶国际机场的警察，所以我们主要是负责机场相关的任务。对，就是只要是机场发生的事情，我们都会来处理。OK，好，那我们从可以上线执行了。然后今天带了一个同伴。OK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，待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吧。对，我们今天只会接机场的东，机场任务。Attention all units, an attack on a motor vehicle in Los Santos International Airport. 接到一个案件叫 Road Rage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然后 Rebel Road Rage, Responding Force 3，OK，叫我们 Force 3前往，好吧？这警笛的声音怎么也不一样？我应该。对，这次用的警笛是它 GTA 那一件的，所以我不知道它里面会不会有这个东西。Oh fuck，中。他换地点了，不是太远对吧？对啊，接到有东西在路上，就 call to 抢吧。好，我们到了。我呀，就把它移到这边好了。Dispatch to Ocean One. Citizens report a civilian in need of assistance. Okay. Okay. Damn, man. 就观察个。Vespucci Beach. 好。Units respond code three. 那就这边结束了。就跟情况中心说，我们已经处理完了。对，那我们就回去巡逻吧。对，好，我们接到一个案子，就是 aircraft 什么东西的，就有问题。然后就有接到一个指示，就是有一个飞机要紧急迫降，然后到洛杉矶国际机场。对，所以我们要进行待命。好。那有一个乘客已经挂在飞机上，
Dispatch to Ocean 1. 好，那个是有的去。Citizens report shots fired in. 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就是干什么事情在飞机上面。然后会迫降在这里吧？我不知道。然后我们已经掌握到了这个飞机雷达，在这里待命好了。然后我们先已经在这里准备待命。我来看飞机好了，对吧？但在哪里我都不知道。哦，他现在进行紧急迫降，这架飞机要进行紧急迫降 ，OK。我来这里，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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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好。我们跟驾驶讲话。OK， 我说嗨，机长，你可以告诉我在天空上发生什么事情吗 ？OK， 好，我正在跟我的朋友讲一下这个飞行，然后他就失去意识了。What do you mean exit？ 然后机长说我。现在注意我的飞行，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很忙碌的时候。那我没念完呢。然后你的朋友有什么心脏有相关的病史吗？他没有跟我讲这个东西。好，那这个是这个是一个犯罪现场，然后要去调查。天哪 ，shot fire！ 哦天哪，那这个后续单位会来处理，然后先接吧，快点。我知道这个人有炸。先叫救护车，先叫救护车。Ambulance assistance required in Los Santos International Airport。然后把它铐起来。好，枪也捡到。来确认一下这个枪是谁的。这个枪是有效的 ，OK， 那应该就是他的了。搜一下这个人的身体有什么东西。哦，有小型的，哦，我老天哪！
好，那吃不香他的，然后他没有强制许可证，那就有问题啊。那个问题是救护车嘞，我来了。Calling unit Adam 6. Adam 6. Citizens reporting a civilian in need of assistance. 好，看起来这急救无效。 Roger, dispatch, need a location on the suspect. And Los Santos International Airport, respond code 3. 这是单位吧。 好，那我们可以待命了。那这地方就是等会他们处理就好了。那我们就回，好，警局看一下，待会有什么案件发生吧。Citizens reporting a suspicious vehicle in 好，我们接了一个案件，就是可疑车辆在机场里面。Units respond code two。就。接吧，走起。好像在里面，就这里面停车场的样子。是不是这一台啊？哦，对，这一台找到了。那我们距离它远一点，在这里好了。可以去查看的。喂，是什么鬼啊？喂，停了，停了，停了，喂，没错，在干嘛？好，没 ，OK， 好。We need backup now. Attention unit, David Charles 12. 这感觉有点尴尬。叫女警来支援好了。好，我们来问一下。哎，你在这里干嘛？哦，sorry， 现在让我们再出去聊一聊。认真，在一个公共空间，这样闹，开个房间吧。啊，没有，这个是一个极大误会，然后不能控制，对不起。那这个女的是谁？是我老婆，我发誓。那你们结婚多久了？3年了。OK 哦。好我。3年啊。3年，就。Stand by。好。好。那我们先来查一下你 ID 号啊，反正不管怎样都是要被逮捕的，是吧？你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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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我们查一下这个人的身份。
OK， 好，没有什么不良记录。来看一下他有没有喝酒。再来是你啊 ，ID 卡。Giflop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没喝酒，那我们查一下这个人证件。这个嘛，逮捕啦。然后这个女的是通缉犯哦，哇哦，二话不说先逮捕啦。然后看一下这个车是谁的？那车子没什么问题。先请拖车拖走。Tow truck assistance required in Los Santos International Airport。然后呢？你，我等下先给你填个资料。你呢？这个要搜身的。这先把他带到车上吧。哦，这个人东西很多呢。Robert 23, citizens report an assault。女生东西很多呢，我天哪。In Los Santos International Airport, respond code 3。来来来，这要好好验一下毒了。OK， 好，看看你的反应。那帮你进一下资料。OK。这个人嘛，我先公共场合。劳伦兹在哪？这个先来。然后，毒品的部分，这个，然后，通缉犯好像不用说逮捕记录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法院审判，这个总共。被罚了5738，然后入狱两年了。然后再来是，这个可以先抓去关了。Assistance required in Los Santos International. Assistance required in Los Santos International. 这个人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那个就是这个人啊，他有一个逮捕记录，今年1月30号，他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东西。那这个也是劳安治安，就没了。OK， 我看一下他被判什么，957块钱。那这个。只是个基础，但是还是要带回局里做一下笔录之类的。对对对，啊，好，我们带回局里吧。Return to station。OK， 好，到局里了。这个
再到这里吧。然后叫其他警员把他带走。OK， 好。Ocean One, we've got a civilian in need of assistance in. 我还把他带回来。Los Santos International Airport. 这种效率。好。Dispatch, this is Ocean One responding. 我们可以下班了。Ten Four, Ocean One, units respond code three. 就把车停这里好了。不要让他们晒到太阳，然后让其他警员认真执行，我们可以下班了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，记得在下面告诉我。那我们下集再见了，拜拜。